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，欢迎回来《超写实战场模拟器》，我们又回来扛啦，又要回来扛啦。那我们呢？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继续啊，我们这一次的战争模拟冒险。然后呢，这一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敌人呢，是两个拿斧头的熊战士，以及镰刀姐姐。上一集呢，有人留言说这个镰刀呢是姐姐，的确是。后来仔细看，她有两个辫子，的确是镰刀姐姐。都不仔细看的话呢，会觉得她是男生。莫尔西，我现在呢就是把它改过，我们就叫她镰刀姐姐，好不好？然后再对上国王，好吧？那这样子的阵容呢，我想一下我要怎么打会比较好。这样子的阵容，其实我们是可以。多多善用捕尸，这个应该是捕尸吧？没错，这家伙应该是捕尸。然后他好像给我多少钱？他给我3000，他给我4000块哦。用捕尸打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啊？看一下哦。他们用镰刀，我们也用镰刀好了。前面这5只都是重炮手，后面那只国王血焰多，攻击力也蛮高的，还是说就全程就远距离就好了？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全程远距离？试试看好了，而且都射那个蛇，然后被蛇给咬死。有蛇！完了完了，他们来了，快咬他，咬他，快开！这什么叫声？好吵哦！等一下，这不行。这只能射一发蛇而已，然后就没有屁用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，这边3只丢那个药水，这边也3只丢药水。好，我们这次使用远攻看看好了。然后一般的弓箭手，在这里。好，这样应该效果会非常的不错。这边再加一点点 ，OK， 没问题。都是远程，都是远程。完了，国王都没射到，哇！国王射到小鸡鸡了，我靠，我靠，我靠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射死他，射死他！快点，快快！哇，这个好高哦，这个丢药水怎么那么高啊？快丢光，丢光！看他们好硬哦，弓箭手射不死，哈哈！完了完了完了！怎么？剩没几只了？哇！快点！喝醉了是不是？喷了屁！射死他快！射死他快！我们的国王超好笑！死了！射！死去！答案是不行的。我想一下哈，稍微要缩减一下。我觉得药水是一定要有的，是不是？咱们药水是一定要有的啊。补血的话，我觉得要嘛就直接针对一只补，这样子反而会比较好一点哦。我看一下哦，现在放补尸应该是效益不大啦，我认为。好，这边放3只，那我们必须要有近战的嘛。好，近战的去前面 handle 应该是可以的，有希望。哇赢了，果然有人去挡有差，国王又战死了，哭哭哦。下一关，好，这一关哦，这一关又是中间这个哦，就是中世纪的骑士，这应该是武士，圆桌武士，没有随便讲的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他给我100块，100块能玩什么？100块。就只能这样子而已啊！哇，我觉得还是莫名其妙输再一次，我就不相信。耶！我一个完美回避啊，砍下了他的腰，死去，小废物。我怎么觉得有些关卡都是故意这样设计的，然后蒙混过去啊？然后这是干嘛？这个的话会把我拉过去。那我做到500块是不是？500块能干嘛？镰刀姐姐，
看一下，来啊，有种让我们一起掉下去啊！欸，没死，好硬哦，这家伙，砍，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然后这些应该会先掉下去，我应该不会先跟着掉下去。好，他们掉下去死掉之后，我就可以离开了。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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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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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哈哈。啊，那下面完了，那几只，这样子我要怎么砍他们啊？一只一只这样杀，这好浪费时间啊！然后还卡住，跟八七一样。啊，这下面怎么办？感觉这样不太行。嗯，我们还是以量取胜好了。弓箭手140，有没有希望？好，我感觉了无希望。欸，不对啊，不过这样子远程还是蛮给力的啊，到大致上一箭一支，大致上一箭一支啊，你不要射到自己人就好了。不过好耗死哦。欸，我们那远程不会被他们所吸引欸，还蛮猛的，不知道为什么欸。他这好像只专注吸引近战的样子，那么就一支。一只一个，一箭一个，好了，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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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、欸。如果我用蛇的话会怎样？啊，算了，反正这三只已经很强了。好了，结束了，剩下躲在这墙壁后面的，不知我要自己跳下去，士可杀不可辱是吗？结束，用弓箭就有点轻松了这一关，这一关用弓箭轻松解决。然后呢，哇塞，这怎样？八台投石车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就用维京人了，因为维京人的进攻速度非常的快速。哦，我是说真的，维京人进攻非常的快，可以避免被投石车攻击。哦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哦，这必须建立在有个距离才行。不过没关系，啊，这剩下的维京人应该可以替我解决他。快点！后面还有四台，你怎么卡住啦？完了，有点不太妙。不行，答案是没塞。他们应该会先投一波投石。牛，两只牛这样冲过去，不行。想太多，还有什么可以快速进攻啊？还是说我们就放弩炮车啊？四台弩炮车怎么样？发射！哦，有谱哦！哇，那个是怎样？这个能发？想太多了吧？这能发？一个！哇，可怜哦！你准备受死吧你！来来来，这是要射谁呢？那一台吧。再来就是你了。啊！瞄准你了，有没有看见？啊！别救我！啊！完了，完了！呜！好，这次你真的死定了！啊！已经瞄准这里了！救命 ！No！ 没事。原来是这一台啊！哇，眼睛大小眼嘞！我操！那到底要是射哪一个呢？应该是先射这一台吧。哦，没有，这个先去了，飞到哪里去了？哇，这个人，哭哭哦，剩下你了，快救我，救命！哈哈哈，去了，弩车还是很强的，但前提之下要先想办法承受第一波伤害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黑魔法是不是？哎、欸、呀，怎么都没有人啊？这一局都没有人是怎样？啊，不能直接开始啊！哎、啊，5000块是怎样？有人吗？该不会他们在这洞里面吧？哇，进攻是不是？哦，原来在这里哦。哦，这样射就好啦。哇，里面好多人哦 ！Oh my god！
到底多少个人啊？哇，全部都在里面卡住这样子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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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射啊！喂！哦呦呀！哎呀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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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这边很多个，很多个。哇，这个放在这里，这个要怎么射出去啊？哇，丢的真刚好。哇塞！开下去，开开去！啊，可惜了。喂，不是垮了吧？哇，最后一集是不是？哇，这一堆尸体啊！这个车开了进来吗？我很纳闷嘞，里面有几只？啊，里面有两只，这是干什么啊？我靠，你这样有点猥亵，你知道吗？这在干嘛？跳探狗是不是？他真的还真的开进去哦，我有点后悔了，你知道吗？剩下的我觉得就叫那个好了啦，镰刀姐走进去好了，这样比较妥当。哎，可是不对啊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镰刀姐应该会先被弩炮给射死。哎，我有种预感。感觉随时随地，我的弩炮姐都会被万箭穿心，砍！哦，没死，我镰刀姐真的很硬，砍！完了，这一定是那个被弄到了，所以说直接死掉。哎，里面的所有人都走出来了，太棒了，那我赢了。就只剩这一个啊，这是干嘛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来跳舞有没有？哦。哇，这个是那个，哈哈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这是那个凌波舞，是不是？凌波舞啊，好，然后这个又来了，给我120，给我200块钱，200块怎么玩呢？跟他选一样的好了，看谁先抽谁先赢。是不是我的盾级把他弄死了？一瞬间的事情。啊，这里嘞，怎么那么简单啊？只有五个圆桌武士哦。好吧，然后我有4000块，这样应该会很轻松。哦，原来后面有埋伏哦。哇！那不乐观，我都没有看到后面。我看一下，哎，原来在这里哦，后面居然有埋伏，那知道怎么打？两只宙斯，哎，没有，一只宙斯，然后全部都只补他这样子，感觉可行。哎呀，哎呀，补快点啊！啊，完了，要死了！啊，太多了，这个不行！啊，哈哈哈哈，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？完了！啊，宙斯死去，什么都没了，好吧？两只宙斯看看好了。啊，一只国王，一只宙斯如何？来，然后剩下的600块可以干嘛？一个镰刀姐，阿烈塞维，大胜利！砍下去就对了，国王，插死他，插得好！啊，我们宙斯占前锋，啊，先抵挡一下敌人的攻势，然后呢，那个一劈把宙斯个灵盖骨啊劈了起来，死去了。啊，头盖骨开下去，开花死了，那我们这边死了。好，两只宙斯会如何呢？我们看一下好了。双重闪电，应该会清比较快吧？我感觉肥超远了。哇塞，有点狠。哇，这个很行，这很行，这个速度。哈哈哈。快点抵住他们！抵住他们！希腊之神，撑住啊！
宙斯双胞胎兄弟加油！我靠，飞超远，有了，赢了！这双重攻势之下，没有人挡得住啊，这个连锁效应实在是太强了，差不多了。我们的宙斯双胞胎干啥？怎么那么娘啊？每看一次笑一次。解决了啊！刚好这只宙斯死了哦。什么弟弟？哦，我来帮他配音一下。那弟弟死了，那这什么？我靠，四只长毛象。然后我有8500，这要怎么打、啊？对付动物最好的方法是谁？是哪一种战士呢？嗯，我还不知道对付动物最好的方法。就是长毛象对上长毛象，完了怎么觉得有点挤？这多少钱？2300，剩下的就投石车好了吧。然后再来就是一个会补血的 ，Go。嗯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这个是只能补人，不能补动物哦。哇哟，哇，太窄啦！哎，它可以补动物啊。哦，这个有机会赢，一团肉在那边打来打去的，这太窄啦，我要直接垮下来了，那插死他、啊，那我的捕尸全死了，现在就是看谁先攻击这样子，哇，我们这边清完了，然后现在剩这边一只，完了卡住了，这谁来救？他心想说：“我的人生接下来该怎么过？是该这样子过吗？我的人生？”哎、欸，哥哥啊，拜托振作一点，转个弯行不行？看怎么就这样死了、啊？哎、欸，现在有点尴尬、欸，但是大象进不来啊。你看那个鼻子往这边，代表想要烤我。哎、欸、啊，这只死了就死了，赶快沉下去好不好？不要造成这个环境的啊，环境的这个负担。好吧，啊，到底要不要攻击？打，把墙给撞破啊！还等什么？完了，感觉有点不太行。我们要等这只大笨象转弯，需要一点时间。我会控制它，玩这么久了都不知道能不能控制，好像不行。但是局好像是暂停，好试看能不能控制好了，好像不行。看我这要重来了。我们只好重来，再一次，靠腰直接被压死，补啊，补啊！完了，这只长毛象要死了，没人帮忙，啊，不要！哦，那死掉长毛象吓一跳，哇！挂了啊！这只哎，这只还活着，在干嘛？洗澡是不是？完了，没救了。妈咪，现在剩这两只了啊！长毛象对长毛象是不明智的选择。投石车好了，好不好？投石车才有希望。哎、欸、吼！这在干嘛？我靠，在干木桶的！天哪！大庭广众之下，你这样子行不行啊嘞？你啊嘞，没塞呀！哦，有没有在打、啊？飞起来了！我来帮他补血。太大啦！攻击呀、啊！哈哈。你们打到啊？好像有哎、欸，啊还剩一只，等下这个垮了。哥哥，你再丢哪里？干，我受不了了。这种状况呢，用体型小的来打好了。嗯，好，再一只 ，Let's go。冲啊！
敲死他！哟，很可以，砍死他！完了，第二只就不行了，砍他屁屁，砍他屁屁！我们这边还活三只，哇，赢了，水哦！果然用这个最简单的，浪费一堆时间。我靠，哪有人投石车在上面的啦？好吧，既然你都这样子了，我们用飞的好了，好不好？飞！哦，被砸下来了，没关系。我们的哈维还有好几只，撑住哈维。拆掉了一只，继续拆，继续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这个有机会。无视地形轻，哇，帅气！一局就上手，有没有？解决了。好，这是什么？双斧武士是吧？来呀！歪哇！等一下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！歪哇！看，然后干上笑死，两个连在一起，磁铁啊！啊，互相吸引是不是？我看玩到第几关了？玩的蛮后面的吧？哇！哎，其实还很多哎。算了，不管了。它里面是什么？啊，这是那个蹦蹦车是不是？哎，不对，这什么啊？啊，都是蹦蹦车啊！那蹦蹦车六台，八台蹦蹦车，中间一个草叉人，知道怎么玩？嗯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啊、我有8500，三只。看看吧，来呀、啊，撞啊！哎嘞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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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亲好多人哦！妈呀！妈呀呀！撞死啊！输了！超级大翻车！哎，那边这个是怎样？哎，哥哥，正中一点啊，再冲一脚。然后你丢苹果的方式，你这番茄吧，你丢苹果的方式也太……也太那个有艺术气息，啾啾是不是？也太啾啾了吧！尤里，那你也太啾啾了吧！我天哪、啊，好快就下一关了。啊，六只骑士，迟钝骑士团，这怎么玩？宙斯好了吧？哎、欸，突然想宙斯，不知道什么，还是觉得宙斯最赞。然后一台车子可不可以？但你不要连宙斯都撞了，白痴哦！啊，那个自杀突击队这个车车冲过去当暂时当一下掩护，让我们宙斯可以制造一些绝妙的输出机会。好，但是怎么电都电不死，完了，实在有够硬的，宙斯要挂了。啊，小废物，看来是行不通的。看来我们派出我们的镰刀队伍试试看，镰刀姐啊、哦，这攻击可是很恐怖的，好不好？哇塞，超屌的！插死他，完了，我们镰刀姐居然没办法对付，我挺意外的。投石车了，好，真的只能这样子了。嘣，有效果拔群，不要射这里啊！哎、欸，居然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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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们冲过来了，要塌了！完了完了，要塌第二座了！投石车，你可以快一点吗？干！丢！啊！哈哈，弓箭手太多了。我们弓箭手呢，可以换一下……啊，算了，两只蛇啊，来当一下诱饵。哦、剩下就是生漆药水师。好，让他们跟蛇号的玩一下，丢个药水，丢个药水，我操！啊，完全不理蛇哎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完全不理蛇的情况之下呢，我可以稍微做一下驱蛇哦，大概这个样子，全程丢药水，丢啊！丢那一只，对，丢到了。很好，
有机会。完了，冲过来了，还跌倒，快点！我帮你们挡住了，快点！剩下两只，撑住，再帮我撑十秒，再发下去就是 ，Yeah！ 还有谁？哪里啊？他们有，嗯，有活着的吗？靠，那只趴在那里装死啊，被抓包这样子，好，可以，非常好。哎呀，这局是怎样？都没看到人啊！啊，好，在下面啊，全部都草叉勇士，好吧，算了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哦。啊，就是我们这个超写实战场模拟器啊，依旧还是如此的强啊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好不好？那老头尽量是看可不可以把单人全部都玩完了、啊，不过我觉得这个进度，应该不是进度，这关卡这么的冗长。哦，我是觉得有点小母汤哦，我近期看可不可以十几年就把它结束了，好不好？就是不要那么长，因为其实这游戏内容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，又或者是说也不把它破完也是没有问题啊，就看各位怎么想了。你要不把它破完呢，还是说你觉得要把它全部玩完呢？哦，因为游戏内容大同小异。哦，除非他后面更新了这三个职业啦。哦，如果他后面更新这三个的话，我是很乐意持续的玩啦，因为毕竟多了新的兵种嘛，对不对？那游戏性会大幅提升，好吧？今天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超写实战场模拟器再见面了，拜拜。